关于古巴的想象其实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也很熟悉的那个切格瓦拉，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摩托车的一个就是壮游，骑摩托车游了南美洲的这个事迹，还有他后来革命的这个起源其实也是在哈瓦那这样。我也尽量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寻找超乎我的想象的一些场景，然后还有一些真的是非常贴近当地人生活的一些让我感动的人事物。